一种米养百种人，百种人有百种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天天去想着别人怎么样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赶快抓着正确管道充电比较重要，是不是？说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抓着自己的想法，我没有在管别人，不是这样讲。好的东西要共振，对不对？不好的你就不用管别人，人家不好，我们好就可以了。不是说我们好这个唱独角戏、啊、我们先做到，是不是？别人不好，我们先做到做好，然后再循循善诱或怎么样影响社区邻里，该这样子往好的方向共振。每个人命都不一样，所以故事不一样，因果不一样，债不一样，但是要怎么样去圆是今生的功课，不管是谁都是得圆，对吧？所以你要花最大的时间，就跟那个物理公式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乘什么等于什么，圆满是等于的那个答案，所以什么乘什么等于这个圆满答案，这是不定，不，这不变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乘什么，你时间用的越多，是不是？你的这个用心用的越少，所以乘起来还是少，所以圆满这个数字就少。时间多，用心大，所以乘起来就大，是最简单的公式嘛，是不是？你一定懂的嘛。所以咯，你就不要问我啊，我应该花多少时间？我应该花怎么样来看这个我的生活怎么样？一切圆满化，在你的红尘世界里。可以在圆满的安排下，是不是？自己想通，孰重孰轻？想通了你才会去做，想不通，讲一百句也没用。所以这时候就回来讲，因为人人的命不同，所以多少乘多少。如果像送你的这个圆满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前辈子可能那个幸福指数就不多嘛。是不是？所以你现在要塑造，那你要精力要不要多花点？要多花点，是不是这样吗？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很简单，数学公式，但是的确有人想不懂。好，有人啊，在这个 LINE 上面问我，导师，我有这个问题、那个问题、这个问题、那个问题，导师，我该怎么办？于是导师就说啦。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应该先杜绝什么什么什么。结果他又来了，导师，因为这个问题呢，我是这个原因，那个问题呢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他十个问题呢有十个原因，所以原因给我的后面叫做不可改。我就觉得叫做对牛弹琴，是不是？浪费我那么多时间给你循循善诱，结果你告诉我什么都不可以改，那你问我干嘛、啊？我就只会这点雕虫小技，对不对？那你就问我，那不白问了吗？问错人了，搞不好你去问一个开六合彩的，还告诉你号码买了还中奖了，你问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有时候就是智慧的问题，你要不要改？你不改，你有无限的理由，而且听起来乍听之下都是理由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你没遇到你不知道，你遇到你真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是哭还是笑，直直摇头不知如何是好，真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命运你要不要改变在于你自己，是不是？你再多的借口最后还是不改啊，那你的命运还是那样子，那谁来说还是自己嘛。所以个人修个人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